咧大家吼，无上免提啦吼，啊无上上台来做学习啦吼。诶，啊咱知影第二十一章吼，这个是伊个本文。吼，我先前咱做个调查啦吼，用讲伊个话变啦。吼，啊无你家己个吼话伊，吼拢真较袂过，吼后面去补伊啦吼。好来，我先前做位讲啦吼，来。孔德之容，为道是从。道之为物，为法为夫。夫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杳兮明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至今及古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乎？吾何以知众古之壮哉？以此。哦，多谢谢。哦，咱就知影，我可是去老祖姓林哦。哦，伊这境界落过就好啦。无爱做接着这种哦，哇，黄师傅师傅拢爱讲讲的对啦，真黄师傅。我看这是咱亲戚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讲话来做一个吼，大家交流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互相勉励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要讲之前个，啊，要讲本题之前吼，我先来讲一个吼小插曲，吼、哦，这是较早上中著名啊，吼、哦，叫做啥物条个《金匮空相思》，吼、哦，所以伊所开悟一首诗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明条个相思啊著有名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讲吼修道有啦足久个啊。啊，上个重要嘞，吼、哦，伊就是啥，修甲吼有法度超越气天就对啦，哎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伊也打坐落了吼，叫做入定啦，伊也入定了吼，伊就啥，伊个腿哦，无腿会当去到三三五六，后面开黄花这伊个流地啦、泡地啦、啊惊鱼啦，吼、哦，伊个逍遥自在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不过嘞，伊修养遐好吼。多跳一跳，第二执着，执着感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各位先生，咱今仔修得上个重要吼，别再执着空，也不能执着完空，哦，爱得了。我有一个，这个叫老天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咱咧修得就是别当执着感，哦，所以咧有最爱，啊，哎，就有挂碍，会记这句话。哦，我做爱什么物件，啊，这物件就互你做怪啊！哦，我做爱一只猫啊，你只猫就互你怪啊！各位先生知道吗？哎，哦，啊，我做爱什么经典嘞？迄个经典都变你个啥？本来是做嘅，做落去变啥？做嘢，安尼就做无彩。所以经典好哦，伊嘛是吼，会当讲修到非常圆满。哦，啊，伊唯一就是啥？执着，哎，执着啥？执着一只怪。因为咧，金条迄阵哦，哦，迄个方面吼，足欣赏这个金碧峰伊个修持，吼，啊，结果吼，就属于种呐叶甲果，非常的珍贵，佮非常的水了对，吼，啊，金碧峰吼，哦，有甲压这个果了对啦，下当我也无大事哦，就加加愈啊愈啊金色色来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哦，伊这果吼，果甲足好食，用咩吼，迄个啥，迄稻吼，稻果吼。我做好势，啊，拢唱伊在迄个所在安尼。啊，伊一过入庙的时阵哦，哇，啊呐，我只唱到做好势，啊就入庙去啊。哎，啊伊个魂哦，就来到去倒吼，去逍遥自在啊。哎，啊结果迄当吼，拄啊伊个啥时辰去领到啊。哦，啥物时辰？就是伊命爱归天的时辰到啊。哦，啊结果咧，兼得住平三家子，绝不丢人过五天，这咱拢知。所以我乌白乌上领子了吼，连着天尊领子了，来，别个金碧峰，哎，啊来到地时阵，哇，啊金碧峰，啊着入顶啊，啊入顶着，我着抓着伊个迄落啥，迄分片啊，吼，啊呾伊肉体尔，啊所以乌白乌上倒是要抓肉体，是要抓伊分片转去啊，吼，啊所以吼着惨啊，哎，即个人无抓转去哦，无着交差呢。哦，啊，变怎？哦，所以吼，我爸母上哦，拢请当地土地公爷出来，
哦，打破这个标，我讲啊，这个金票王哦，啊，到底是倒去啊，金票是倒去啊，啊，票哪拆出来啊，你就对啦，哦，哎，破这个标讲哦，我来讲，这金票王哦，收视都好，哦，功夫嘛都厉害，哦，啊，不过咧，伊就是有一个执着，伊无法突破，哦，皇帝咧送伊一块布，哦，迄块布做地球的，伊差几多我知，我陪你查，哦，去看，只要哦，恁将迄个布撇出来。哦，那等我破就走出来啊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咧，我爸母上听到遮种欢喜个啊，就真正去找咧，真正找一只包，哦，啊，用个包啊，包到有够好势就对啦。哦，迄破就知讲，即个人对即个包吼，啊呐，足重视个。好，即下我爸母上摕出来了，出面吼，惊讲旁边等着了吼，伊讲，哎，等诶，哦，这是我的最爱，哎，单子啊，嘿，即只包咧，我性命咧。哎，你猜大家讲我破啊？哎，啊就冻掉个呀！哦，啊伊就爱一停啊，出停了就爱一停啊，一停才会当讲话。哦，一停了哦，我爸母想来好哦，你出现啦，会当来抓。哎，抓你转来哦，啊啦，也就停止了过着啦。哦，一票讲你就当讲太闹啦，讲哈，像我收到这个境界的人，会当去三外三百去啥？去逍遥自在啦，搁是啥？哦，搁伫迄个啥宿命当中哦，哦，我搁有生死之分哦，我搁伫阎罗，阎罗之手咧观察哦，啊，安尼就对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感觉啊，惨啊，他煞修的方向拢唔对去啊，哦，啊，而且哦，伊安那破袂破，哦，拢迄个就对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伊就安那，就迄个破都抽来，抽来了哦，拢伫头发蛋拢砰一下，破，哎呀，那。伊变个破破呀！哎，这破破了，伊手动嘛破呀！破了，各位先生，伊多啥嘞？哎，哈，多腾空而上，哎，腾空而上代表伊啥？一定喜欢这座啊！哦，所以已经进入了那不如说要破的境界。啊，所以伊伫空中吼，就讲出这句话出来，伊讲有银啊，有那银披空呐，地非这地连色皮空。提空有银色的主啊，再来聊哇，一片风哦，各位先生，伊的主角咧破掉你啊，哦，破掉了咧，都他就进入啥，哦，进入空的世界里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各位先生，这个故事呀，就是咧描写着讲，咱今仔日修法就同款，哦，绝对唔通去执着一物啦，哎，所以你要看咱前人哦，设计外口咧一个凉亭有无，哎，哦。哎，你心吼，各位先生，你注意看无？咱个心是毋是安尼啊？两点，伊中一点是无个呐。哦，你注意看，哦，大家要等伊啊，注意看伊心，中是无一点，边啊一点。啊，足侪人就是心到咱前面啦，讲前面就边吼。啊，你心吼，表内底太无一点啦。前面来只是一句话尔，咱个修甲心中无分吼，安尼有够无啦？想到心中无分啊！你心中也搁有分哦，啊，你更加要上进了，对啦。啊，金瓶王伊就是安尼，哎，伊个分就是啥，伊个执着点，吼，啊，只要伊个执着点甲破掉了，我了嘛，吼，就啥，就超越，超越伊个境界啊。所以就对着啥，调伊啊，吼，像咱即讲个调调名天道挂号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这是无啊吼。啊，咱大家做参考的一个故事，吼，啊，都有偏发性就对啦，吼。好，啊，咱呢，这种呢，啊，叫做中道章，从道章啊，八十二章一种叫做从道章。啊，中道吼，就是啥，露出性命，把你讲到足清楚。咱这世人来到人世间，嘿，吼，咱拢知影嘛吼，诸位开天，诸位辟地，因为而感谢。来到这五岁高地啊，一定达达九十，九十几担啊！吼、哦，啊，你啊看吼、哦，咱之前个达达几担，几钱钱，咱唔系来投胎转世几代，唔知啊！吼、哦，啊，不过咱有较早有进个因缘，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咧，咱这个啥，这个缘分啊，有一届天大个时阵，花海主啊，灵坛啊，哎，啊，伫遐啥，伫遐现身说法。啊，其中我一组吼，就是前阵举手讲，啊，你这个地宫活佛慈悲吼，咱道中派过来要学迄个慈济功德会安尼，哦，倒后灾难哦，咱就不做去救伊，倒后水灾哦，咱就赶紧去救伊，
这样这是我显出安尼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尼是毋是就有诶办搁较宽搁较紧，互社会人会当来认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只讲我吼吼手拢放伫内边，啊就想安尼，啊洗啊拢无讲话哦，洗三日就对啦，洗三日敢若徛伫中，较多多土耳啦。恁敢知影吼？恁镭射吼，毋爱收镭射啊，即射吼，较会当坐一只。伊讲恁过去射啊，无收三射，像慈济功德会这这些书的对啦，这些人的对啦吼，各位姐姐，伊讲吼，恁即世人无资格人求道，哎，啊恁敢知影？恁过去射就是至少收五射，即种吼这些书的功德，恁即世人吼，啊呐。较有法度坐只了椅仔坐会条，无只了椅仔坐袂条诶，搁坐坐你敢要相信？遐足侪人吼，坐了椅仔吼，坐坐啊啦，哦，袂输点啊，袂输气啊吼，坐袂条就坐袂条啦。哎，属实诶呢。哦，爱讲吼，咱若无过去坐收七十以上啦，搁坐坐，今仔你要穿较有法度穿会落啦。哦，搁坐坐，你是讲穿较足简单哦？哦，迄就是咱过去坐有收啊，做着做严。哦，啊，迄个啥，过去些营业都无吼，拢有补偿啊。哦，嘿，咱即世人讲要穿到，敢穿到穿会落咧？哦，各位先生，你感觉看过人要去穿到无法度穿咧？无我捌看过一届啦。伫咱新年红桥里遐有无？吼、哦，迄届穿到拢伫遐啦。啊，我就是背一个新袋子吼，啊，去到无啦要穿到，啊，拄我伫楼骹，啊，你分两三楼嘛，吼、哦。啊，看到一个，唔知啥物单位方法，唔知啦。吼、哦，啊，用哈别人陪伊嘛。吼、哦，啊，唔着要找来爬去楼梯准备要开班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你们遐足奇怪哦，伊今仔吼，迄楼梯是爬去，搁外边嘞。伊咧爬去，伊咧我到遐吼，伫塔布塔，伫塔布塔，好足奇怪哦。哦，啊，大楼梯都三分钟哦，哦，奇怪，你们楼梯来遮怪，爬袂到安尼就对啦。啊，其实咱阿婆伊是稳定，但是伫遐原地踏步安尼尔啦。哎，哦，啊，讲哦，愈行愈了踏步哦，啊，人愈艰苦愈艰苦安尼啦，哦，啊，就呾带起嘞，我哦，我唔安怎愈艰苦嘞，哦，我看唔通爬去啊，安尼啦，哦，啊，其实知影这业无咧趁钱啦，唔无钱靠就对啦，哦，咱知啦嘛吼，啊，即摆就倒来摸，就倒来一楼啊，啊，我就倒我伫遐，哦，啊，迄个哦，就讲哦，真正是有较轻松安尼。哎，啊，就好要爬伊看嘛，啊，万一要伫遐原地踏步啦，爬袂起就爬袂起啦。哎，啊，到尾啊吼，迄个经理做主票，我啊，无我带你来爬伊看卖啦，啊，看是安怎无，吼，啊，是安怎拢爬袂起安尼个啦，吼，伊讲唔免啦，哎，无油工个啦，可能时机还袂到个吼，啊，伊也无要我先跑个啦，啊，无我先转来啦，无拄我徛个，噗就转去啊，安怎嘞？哎，啊，搁前面你看来啊。哦，所以咱嘛是讲，我今日求道足简单嘞，要成道足简单嘞，我先跟你讲，不简单，真嘞。哎，志工我到尾啊，搁讲安那，你过去时也无收十岁吼，各位姐姐，你今仔是要买啥做人才？对点人数去外国开放，哦，要对点人数下边啊，哦，啊要去遐办上礼下礼，哦，要去做讲师，要讲三宝，够遐简单。无简单，你过去坐无十岁哦，你讲无十岁哦，你无法度做这件代志啊！哎，我说各位先生，哎，伊将道将，就讲咱即世人，伫主会开辟体会，必须因为因教上教进啊，会当来投胎转世，咱唔来已经收几几啊世、几啊百世、几啊千世，唔知啊。来到遮即世，就是变来一世修、一世成啊啦，即世一定爱转来啊。哦，这样咱迄个谢老师常讲一句话，叫做“风雷雨”。即世人哦，啊呐，你袂用无法度行，你着用爬，有哪爱爬着啦？你会用行，着赶紧嘞，行较紧嘞，嘛行小慢啦。哦，啊无你着用走的啦，用走的吼，你有哪爱走上去啦？哎，哦，啊会再用飞是实在好啦。哦，啊所以必上书文德平地行之啊，中书文德六尊六王啊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各位姐姐，咱在座大家拢是上师闻道呢，哎，听到道理就赶紧来修啊，哎，听到道理了后，就赶紧来勤教受信啊。所以各位姐姐，把咱恭喜，因为吼、哦，将道将就讲，一世世人选择你唯一的绝对你，讲我做对了这件事情才是最正确的，
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做甜点，好家己的掌声鼓励一下。好、哦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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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即世人要来当转世吼，有几个来处？哦，一个第一个来处是四修六道，了解真道加哈天道，为人伫遐当转世来啦。哦，啊有一种人就叫做代业往生，就讲你过去是有修啊，毋过修了无外化，即世咧，佫有业菩萨来，哦，啊业菩萨来，啊呐继续修，哦，冇即道个就对啦。佫有一种个上界好个，哦，就像咱单界是同款。趁愿再来，哦，各位姐姐，咱拢捌听过单亲节故事嘛？咱单亲节较早还袂丢得进前，做饮食的嘛，哦，啊，伊习惯就是食薰，哦，啊，有啉咧海头啊，啤酒，啊咧，所以做固定一工就是两包薰，哦，啊，一罐海头啊，啊，太太咧帮伊准备啥？哦，准备饭嘛是讲安尼，切一盘菜，啊，一罐海头啊，安尼伫遐，安尼放咧，哦，啊，足奇怪哦。哦，咱五林点段师带伊来求得了，哦，带咱单亲人来求得了啦。单亲人无，其实参咱都共款啦，就三宝听听安尼尔啦。哦，各位先生，咱咧做求得是用三宝听听，无爱做三宝听不落来呢。哦，互我做无闻的啦。就咧讲三宝好，讲到变变的，讲两点钟呢。哎，开头讲到尾讲两点钟呢，互我直接一句话就听无，我听一句。做工作重要哦，比生产多哦。啊，你不比较多，别当讲的话，别听你讲的，对啦。啊，所以哦，迷迷糊糊啦，各位先生，你讲啥呢？可能大家拢比我较巧吼。啊，我一了，三个听不落去，听二十几下都听无啥有念嘛。哦，这脑都无法度。啊，咱等下就不是啊。三个听了，等来了，啊啦，清，你着家己自清啊。哎，酒啊不爱啉啊，肉嘛不爱食啊，啊拢啥配菜？啊，饭咧去钓咧大鱼哥啦，哦，大鱼哥钓钓的，咱平时食到酥酥皮啊，都欢喜噶。饭嘛，加咸少黄噶，但各位先生，这真正咱台前人经济好。这叫做新冠雨再来啦，春燕再来未啦？哦，所以话咱人的来处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即世人会当来到这人世间做人，不管你是天道也好，分道也好，或者跟你讲非常的不简单。哦，以佛经来讲。哦，讲啊，第一讲吼，讲十条魂呐，十条幽魂呐吼，太当出世一个太当出世做人，十条幽十万条啦，太当出世一条幽魂出世做人啦。所以各位先生，咱要出世做人困难，足困难嘞。哎，哦，啊，你看人生人间变啊，咱地球啦。哦，啊，你看地球，你看几个国家？这地球两千几个国家啦。哎，奇怪嘞，咱太无去伊索比亚头来转世吼。啊，是咱无去非洲转世吼，啊是去美国转世吼，哎，偏偏走来中了台湾嘞，足奇怪吼。哎，我先生就比较了解了，因为台湾是宝岛啊，台湾是红海仙岛啊，啊，恁大家拢仙啊，咱大家拢仙啊，哎，啊，所以拢来哪，招招做未来，咱拢来红海仙岛遐做仙好啊嘞。哎，啊，所以人家拢大家一啊哪相处得懂。哦，啊，所以各位姐姐，真正仙岛呢，以咱台湾即统计就对啦，大家一贯多哟。你感觉，互我去参加一贯多总会哦，你就宣布啦。讲台湾一贯多的啥弟子吼，啊啦，请教数字的超过啥？哎，超过一百万人啦，请教数字的，大家一贯多哦。佛教不够，啥物教拢不够，大家一贯多，各位姐姐，你看，哎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大家拢伫啥，拢是仙啊，所以来迄落啥仙岛出世啊。啊，好啊，慢慢去大陆。哦，啊，真若去大陆了吼，啊啦，你传中国文化，伊大陆做欢迎的啦，啊是推广素食嘛做欢迎的啦。因啊啦，唔互你点到安尼尔就对啦，哦安尼啦。哎，啊，所以话你看，迄阵中国大陆是人文县。哦，啊，这上边做主笔的啦，伊爱过三个摊仔问哦，伊会到伫遐生意互你啦。啊，就生意就啥？咱台湾啊，咱台湾就是啥？上天的一个足大个生意，哦啊，所以你看，即阵的气温登到遮，咱真就是爱卤水翻条嘛。所以你看，咱台湾人好，迄落容易
不通的嘛，足侪啦，六祖大经啦，道德经啦，啊，啥物经哦，四书五经，足侪人做好。啊，尤其拢就是咱出品一贯道的弟子，特别的会讲。啊，这拢相当有根基来啦，无我多啦，无我多咧通啦。哎，因为咱要研究经典哦，你用一世人的生命啊，上道德经，要深入到经典咧心经上哦，一世人都够用。哎，我都讲一些啥个咱就知。咧较早金光经，一个师傅啊吼，带一个徒弟，咧徒弟差不多十岁尔啦。吼，啊师傅啊，大家了上师金光经啦，安尼啦。哦，啊你师师师啊，上金光经上得足大啊。哦，啊所以有一天吼，师傅啊，哎，我徒弟啊，我来讲下，我这部金光经吼，啊啦，讲袂使落天堂。吼，啊我着要出来三工。哎，啊你大行吼，然后不要扫好势，然后报好势。哦，啊，大行会当大，我拄啊进步，京东京你拢嘛啊当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啊师傅啊出去啊，哎，啊师傅无讲哦，伊无代志啦。哦，咱人就是安尼啦，此地黄土黄金三百两嘛，干啥嘞？爱使有讲哦，伊说，哦，头啥物京东京袂当看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哦，你愈叫我拜看，我愈想要看，啊，囡仔人就是安尼。咱师傅出去了吼，哦，迄徒弟十岁尔，连头发头下迄个京东京啊。天台了哦，金光洞主显出来啊！哦，金光洞主啦，哎，显出来了，哎，主人啊，你有啥物指示？哎，哦，哎，迄落啥？迄囡仔吼，哎，小啥物？惊一个吼，到即个物件走出来，迄个人大个喊的啦。哦，师傅啊，就是安尼哦，这壁报显台，这啥物洞主出来，吼，我惊一个。哦，我惊惊吼，都慢慢显，慢慢显。金光洞主显出来，哎，主人有啥物显出来指示？哦，伊家讲吼。我逐天伫遐大水逛，我辛苦，迄路都歹行，无你敢袂当啊修路修修修你修你个啦？哎，啊金光道主是仙人啊，足厉害，平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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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免一丝条路拢爱铺啊白白白光水个啊！哎，哦，啊，迄个小道主讲，哦，感谢你，你啊用安尼哦，我以后都去换水啊！哦，啊，着来喊咧，三工了吼，师傅我转来啊，你奇怪咧，啊，即我拄我个庙事啊，啥歹啊，无啥共安尼落去啦，哎，哦，啊不。啊，明明就是我庙师，啊，那迄路吼加啊白啊，我就行入来，哎，我行入来啊，我迄徒弟咯，啊师傅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做错一件事情，哎，我徒弟你做啥物代志唔对啦，我先忏悔了，国师，你叫我金刚经唔盲听啦，我头晕呢，啊不要做，哎我喊你头晕，哎，啊我看你啥无，哎，有啊，哦金刚动作天顺天心呢，哎。如果吼收到人帮打工去吼，你一个囡仔囝来去天际会看金光洞主，哦，我上金光经上四十几冬啊，都拢无看金光洞主，哎，是讲真诶啦，师傅真诶啦，是讲我陪你，你现我看卖，哦，迄个小傻逼啊，搁现啊，金光洞主咧就来，来主人有啥物指示？哇，师傅看到这爱跪落来咧，你袂惊啊？你看较悬啊？师傅连金光经拢无准备着啦，伊遐现开啊，咧金光。哎，哦，啊，当然你无开了啦，你讲我爱进来要管的啊，哦，啊，意思就讲，哎，金光洞主啊，你啊嘛无公平，我一世人爱上金光经受四十冬啊哦，啊，你拢无显出来我看者，啊，阮徒弟十岁尔尔，伊都含一波都还袂上嘞，人伊显一下就显出来互你看，哎，你着走出来互看，啊，这是何道理啊？你呐吼，哦，哎，金光洞主较讲，哎。这个囡仔吼，已经上四十四人啊啦，天经公丁啦。你这世人啊，上四十当也算啥？哦，讲先生，你知我咧讲啥吼？哦，所以下下年要上上地，上上地要补一地哦。哦，唔忙天时好合。那不然我一个囡仔囝，不然我是德行无限，都会浅浅，这拢就是有天机才会来的啦。哦，有做机才会来啦，无吼，伊绝对袂输人啦。哎。哦，所以有可能干脆咱再开结晶再出来，以后会读甘书，实际嘛有可能以后你阿爸做点短书，实际是啥一方面你得下来结晶，都有可能啊。哎，啊所以有做官去来讲啊，哈哈，你又上上帝啊，所以咱袂使啥看清任何一个人，哦，所以袂使骄傲就对啦。哦，啊所以各位先生，所以咱这世人会当来到人世间投胎转世，上重要你是选择要做啥物物件。啊，这上面。